早上九点不到就来了，啊，一直排到现在，还带着小孙女，就是他要看，哎，不是我要看，是他要看，能看懂吗？看懂了吗？我看懂。 我个人喜欢的啊，宋徽宗赵佶的《雪江归赵图》啊，那个也是，这次九十周年嘛，真的故宫这次展览非常难得。观众来的数量越来越多，排了六个小时的队，上次在上博的时候啊，有的排了一宿。 那么我们还是希望呢，能够使观众呢尽量减少等待时候的疲劳，能够以愉快的心情，能够节约时间能看。